大家好，我是小畅。新版本新植物通常都是两株，一株移植植物，一株原创植物。移植的流星花咱们昨天提了，原创植物蛇妖瓶子草今天官方也爆料了。先来看原型，在百度之前我是真的没想到这植物居然真的像条蛇。官方的爆料视频大家伙儿是否都看过了呢？咱们温习一下，等一下有知识点要考。咱们来看爆料的细节，盗贼僵尸想偷凯撒的瓶子，喝下药水后已然是隐身状态，而这时候蛇妖瓶子草已然会攻击施法，周围也并没有看见路灯花啥的，那就证明这植物能够对隐身状态下的盗贼作用，这是特性一。攻击时候头上的三根小蛇会亮起，那这代表的就是蛇妖瓶子草攻击时候是这样对僵尸作用的。最后还能看到实际的效果，就是把僵尸给石化了。从已得知的素材中，我们看到蛇妖瓶子草的蛇发会分别亮起，和阿醋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了，估计瓶子草的攻击会像是保龄泡泡那样，也是三个泡泡对应三个蛇发。已知美杜莎石化僵尸的时候，来再多的僵尸也是会被美杜莎直接石化的。那咱们现在不妨猜想下，这株蛇妖瓶子草的石化会带有哪些效果，它的升阶变化又是怎样的呢？希望大家伙儿畅所欲言哟。